就是这一首歌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不能 uncle 这样子，就是就是这也没有 uncle 啊。好笑，好啦，如果是哎，好啦，快点下班了。下班了，就是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写的。我的家住在太麻里，那我之前上班，上班地方在台东，在还没进神脑之前，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在神脑。在我进神脑之前呢，我做了一个就是协会，就是专案助理的工作。然后专案助理你知道就是责任制，你上班时间跟下班时间永远不固定。我写这首歌的那天晚上，我下班的时间是半夜两点半，我从台东市区要开车回去郑新春的家里。在路上我就一直抱怨，然后想说到底为什么我要这样，累死了，隔天还要那么早起来，还要访查什么，反正就是自己一直闷闷，然后它就变成一首歌，就觉得半夜两点，连狗都没有在路上，谁会在家里等我，对不对？每天都跟时间赛跑，真的很烦。他就是找我。我没有找你吗？没有，我是说他写完这首歌的时候，他就他有一个旋律这样子，然后一样被我改编了，就是比较这个歌是，因为他每次唱就是好像会越唱。越唱越快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越开越快。对，因为他开车的时候越开越快，然后下雨天这样子，雨刷又不好，他没事换雨刷。我修了啦，那个、今天。对啊，可是刷一刷飞掉这样子，开超快的。也没有，反正就，如果有一天你晚下班，很晚下班，还在下雨，可以不是你可以想起来，还有不是只有你，别人也是，只是刚好那条路上没有别人。然后没有住户。好了，开始吧。疯狂的蔓延着。
下课休息十分钟。那如果手边有空的杯子或瓶子的话，可以直接拿到门口，然后那边会有工作人员帮你收拾。我们就下课十分钟，接下来下半场是小鱼班的演出。